再给他2天时间吧，缓解一下那个情绪，然后我也看一下怎么找一个时机让他们破一下冰。大家早上好呀，我是 A 妈，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看一下 Aiden 在干啥，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里看书。你在看贴纸书是不是？那你在这里看，我上去把碗洗一洗了。这是玩的，是不是？对。好，那你先在那里乖乖的啊。我去洗碗了，上去把碗洗一洗。等会儿又要上课了。今天早上接着上班之前，然后简单跟他聊了一下，他跟我婆婆进入到冷战期了，就想着办法让他们破冰。毕竟是一家人，现在又在一块生活，总这样的下去也不好，伤感情。我婆婆他们遛狗回来了。Good morning. I'm so pretty. Thank you. Can Jason go to work? Yeah. You saw him in the morning? No, I didn't.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Where are you going? Go get driver card. Oh, for you? Yeah, we go ask first. Oh, okay. Then you can ride Angela's bicycle, couldn't you? Yeah. 本来是想着让杰森带我去，但是他现在又去上班了。他说他尽量早点回来，看一下如果他没时间的话，我就让那个一个华人朋友带我过去。今天我婆婆买了一个烤鸡嘛，昨天她跟我说，她本来那只鸡是买给狗狗的，前天吵架了之后呢，然后我婆婆就说她把那个鸡胸肉那一块白肉留下来给杰森，让杰森他本来在减肥嘛，他吃白肉会比较健康一点。他还留了那个鸡翅，他说 Aiden 爱吃鸡翅。今天早上我问 Jason， 我说我把那个肉给你弄碎了，然后回来你就可以直接做鸡肉沙拉。然后 Jason 说我不要，我不吃那个。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是买给狗的。我说没有啊，我说不是买给狗的，但是他愿意分享出来一半给你，这也是进步呀，这也是改善了。然后他接着就坚持不吃，我就说，我说你看他把鸡翅都留下来给 Aiden 了，就证明他现在开始慢慢去在乎我们了。接着还是有情绪的嘛，然后他就说他把那个鸡翅给 Aiden 不是因为他想着 Aiden， 是因为那个鸡翅全是骨头，然后狗吃不了。我说你不能这样的解释，这样解释真的那就没法去改变了。哎，再给他2天时间吧，然后让他就是缓解一下那个情绪，然后我也看一下怎么找一个时机让他们破一下冰。然后那个保险的事呢，本来不是说要换保险吗？因为 Jason 他们公司买的那个保险太贵了，然后一个月算下来要将近900美元。有很多粉丝朋友就推荐奥巴马保险，我们就去了解了一下，后面是我们是买不了，因为他有那个现在已经是过了那个开放购买时间了。昨天仔细思考了一下，前两天多多少少感觉情绪有点低，我觉得今天状态调整好了。就是虽然说现在买不了这个保险，但是呢通过朋友们网友们的提供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了，比如说怎么样去换保险啊，比如说怎么样去获得一些政府的补助什么之类，这些是我之前包括 Jason 他也不知道的。我有时候都在说开玩笑说 Jason， 我说我是不是嫁了一个假美国人，一问三不知。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对了，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 Jason 从4月份开始比较严格的控制自己的饮食开始呢，他用的是168断食跟生酮减肥。今天早上他把我拉过去称了一下，他现在是343磅，也就是减了整整10磅，换成公斤的话就是 4.5 公斤，还是很有效果的。然后我现在就唯一要帮助他的就是帮他保持下去，然后直到他的身体恢复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我从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很大块，我都没有见过他像照片里面瘦瘦的帅帅的那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所以我一直特别希望他能减肥成功。一起加油吧。看这个乖宝宝在干什么呀，就一个人坐在这里，衣服也没换。那青蛙拿这个青蛙咬着一支笔，对不对？对。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i Sarah. Hello. Hello. 你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Aiden. Aiden. That's a nice name. Welcome to English class, Aiden. Thank you. How old are you?
We told him, you're 3 years old. He said, no, I like one. I'm 1 year old. Yeah, so we all remembered to bring our bags to the supermarket, right? 这个孩子今天就不是特别好了。今天虽然说没有制造噪音，但是爬高上低的，一会儿爬上去，一会儿爬上去的，还笑，下来，很危险，知道吗？赶紧下来，走，让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出去晒晒太阳，好不好？好舒服，好暖，坐在地下室待了一早上，手脚冰凉的，后面还拿了一件毛衣穿，啊，太舒服了。我刚发信息给杰森问一下他准确是几点能下班，他说还不确定。然后就发了一个信息给我那个朋友说，如果杰森没有时间带我去的话，就还要请他帮忙把我带过去。所以不管怎么样，今天一定要办完成一件事儿，去医院或者是去这考驾照那地方。来，上来。老大，我要快拿出来。哎呀！加油 ！Do you want to play soccer？哇 ，Good. In the class,、listen about some radio. The teacher said, "Do you want one more time? Listen again. Ask the classmates." Nobody answered. He said, "Yeah, I want." Well, good. You pay attention. You want a cracker? Yeah. Okay.Can he have that? Okay. Okay. Thank you, Grandma. Thank you. Oh, do you want one? No. Let me see your eyes. So maybe they give you a driver's license if you go? I need to show my all information. And check and try get some book. Like Jason, study something about join the test.Jason just worry about it because now I only have visa. Jason just worry maybe I can't get driver card now. I said, whatever, we just go ask first. Have China driver card? I had. He said, no, if you have Canada, it's okay, you can drive here. So she told me, maybe if you're lucky, you met some so-called worker, they said, okay, I just gave you.If you met some no candidates, okay, you must be have test. When I went to Florida, I had to get Florida driver's license. When I came back to Indiana, I had to get Indiana. You have to test? Just my eyes. They didn't make me take a test. That's good. I know. Because the tests are confusing. They're not hard. But they asked you a question, you're like,Yeah. Trick. Kind of a, yeah. And then I see Angela, so I'm very far away. Angela, right far away? Yeah. And I see Ruth is too far away. I can't see Angela, but on some classes, I can see very far away. I feel his English more better. Yeah. It was very good when he came.我们马上准备出发了，去那个考驾照的地方去问一问。然后 Jason 没有回来，我就联系了那个华人朋友。OK， 希望我们有好运吧。妈妈，希望一切符合条件，然后就可以拿一些资料回来先学习，然后学习好了就可以去考试了。非要抢着帮我提包，谢谢你。开花了，真漂亮。现在到这里了，在排队。好像是名字啊。叫名字吗？对呀、我们现在在这里排队等叫号。我们到家了，回来了，从那个车辆管理局吧拿了本这个资料，要回来先练题，然后再去考试。然后我还有一些证件需要提交，学习的这段时间呢，然后还要抓点时间去补一些证件。他这个学习资料是英文的，但是考试的时候可以选择中文，所以这个题还是要给他翻译成中文去。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加油吧。 Aiden 特别棒， Aiden 今天没有休息，然后陪我一起出去的。而且 Aiden 今天还跟那个阿姨说什么，谢谢，
说谢谢，然后他下车的时候说我好喜欢你，嘴可甜了。非常感谢那个在这边认识到一些华人朋友，真的很幸运。无论是身在何处，我们中华儿女真的都就是相亲相爱，然后互相帮助。希望我自己一步步成长，然后慢慢的去融入这边的生活，然后也希望我未来有机会能帮助到其他的需要帮助的我们的同胞吧，就是把这份爱给传递下去。今天来 Jason 的公司了，他今天本来是不上班的，来公司办点事，然后我们就一起过来了，来看一下 Jason 的销冠腰带。大就是这个，等一下，这个你要是销售冠军呢，当月销售冠军，下个月就要带这个腰带一整个月。安娇转过来我看一下。啊，夏天来了，这次没有上衣穿了，没有短袖了，来这里买一点短袖，然后发现草坪里有很多鸭子，走了。那走吧，一等他不过来的。你不要，你过去他就跑了，而且他还会生气。他会咬人吗？他等会儿发动他的小伙伴一起来揪你，用他咬住你的衣服，就这样子，就这样。但我会生气他。他也会生气你，他有好多小伙伴，他来围攻你了，看。走了。